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。这做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我来做2023的高考全国乙卷数学题，看下能不能做出来。肯定能做出来，这么肯定？这道题采用隔离分析加分类讨论就能做出来。晚上回去我教你，一下就会了。不会吧？看一眼就知道了。不过2023年的数学题好像挺难的。大家不是说今年的数学题很简单吗？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啊，但对芋头你现在来说应该很难。非要说出真相吧？有我们在，都会变得简单的。可是没有人能让这道题变得简单。这道数学题是无解的。这不是无解，只是暂时没有解出来。无解的。有解啊。这是黎曼函数，怎么解啊？这不是有解吗？你怎么打高尔夫都一身汗？拿去补充点电解质吧。我带了水。这个有解纯电解质水，电解质添加量大于或等于220毫克每瓶，很适合运动完后喝。这个不会很甜吧？这个无糖无气，不添加任何代糖的，更无负担。虽然喝了有解，但打高尔夫还是无解。凡事皆有解，给我带，你们很快就能学会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从小就打高尔夫了，我们才刚打一次。拿起球杆，就像大曲棍球一样，一杆击中。